听说他们为了妈妈就通通都吃素那一天。我妈妈相信，就是来的宾客都吃素的话，是对新人的祝福。因为我们之前还有问过大家，我们给大家选择 A 餐跟 B 餐，就是有肉的跟吃素的。但是我们就解释说，如果你们对我们是诚心的祝福的话，就当天不要杀生。结果全部都选了吃素。当然你讲这种话，我一定会吃素。难道有人这样跟你过不去吗？